จิตพุทธิติพุทธายะเชเชปิชโยใจตาจงสุเชพุทธิเชโยกะกะโลภะชิชิจิจิจังจงจิตะชิตะวังยังชิโยกุงยังสุดะ得诸三不解苦，一切皆断一切智呀，有福莫现在者，福乐百年缘起切佛母神天，自在化现如天华光，悉佛悉悉方众生，悉悉。悉悉佛母亲赞地已然后修习初修习悉悉安在佛前他是众佛前众生就缘起便自修习悉佛念比丘即大菩萨众皆大欢喜悉愿诸灭悉无念故，悉一切智得脱一切轮回之苦。摩念佛白佛言：弟子说什么？得闻三宝功德之力，众生为神之力故。若未来世一切佛弟子，一应本于难本，求度现在佛母，乃至一切佛母，何为二佛佛言大乘怀论？我正于说如今不闻，善男子曰：比丘，比丘尼，佛王太子大乘宰相，三公百官万民殊人，心慈孝者，皆因贤为所成，现在佛母，过去即是佛母，于其缘起无余。佛凡其日生子子语，一代为本且安于难本中，此时方是子生，愿是现在佛母，寿命百年无病，不一切苦恼之患，乃至其切佛母，以我归故前人天中，佛得无极其佛弟子，修孝顺真念念念中，禅意佛母，乃至其切佛母，念念其曰其无语，禅意孝慈以所生佛母，闻所欲但等其佛其色，一道佛母张扬慈爱之人，若一切佛弟子应当为之十方，是无边比丘慈悲弟子，欢喜分心佛转一难分心，为如是离世佛在舍为国，其数其苦度缘，他目见面即得流通，欲度父母报如不知恩，其意道言观世世界，见其王母身何贵重，不见因此彼不怜悯，莫怜悲哀。往向其默默的佛法也
天一所修藏果，有修团结其为如果，化成火坛虽不得起，磨练大教备好底气，切换百果即成如此，佛言如魔罪根深切，非如一人力所难得，如虽孝顺神通天地，天神地气切莫外道，道生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当其十方尊神为神之力，乃得解脱不知能说究其之法，因一切难解离有苦，佛告摩耶十方众生，其月是不与生死之事，当为其是佛魔，其现在佛魔，何难尊者其犯百倍无过，其犯等其将有定住，创护我其心其感悲，一座藤中供养十方大德众生，当时其月一切生者，活在三界禅地，活得是道果，活在树下清净，活流动自在教化千人缘境，活心地菩萨待人全贤比丘，在大众尊皆同一心，求过多罗汉，其心境界生中之道，其德王阳，其有供养，自然自持生德，现在佛国六千千数，得住三途之苦，因是解脱一世之缘，若父母现在者，不得百年，若其是父母身体，自在化现如天化果，其佛其十方众生，其现为其住家住院，愿其是父母心禅定义，南无受持诸受持时，现安在果现大慈中果现，众生咒愿尽，遍自修行心不念比丘，其大菩萨众皆大欢喜，不念悲地即成其愿住灭，心不念莫其欲心灵，得过一切和归之故，莫念佛爱佛言，彼此所羡慕得蒙三宝功德之力，众生为生之力故，若未来世一切佛弟子，一因分于难分，就度现在佛国，来世即是佛母，何悲而佛佛言大善快闻，我正于水如今不闻，善男子若比丘比丘尼，国王太子大臣宰相，三公百官万民俗人，心慈孝者皆因先为水善现在佛母，过去即是佛母，于其也是如意，佛欢喜云生子子也，一代为丹青安于丹藤中，是其方子子生，愿是现在佛母，寿命百年不灭，无一切苦恼之患，乃至即是佛母，一乐归故圣人天尊，佛乐不起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念念念作，察意佛母乃至即是佛母，念念即曰是佛曰，常以孝慈以所生佛母，为作一难分，是佛其身，以报佛母张扬慈爱之恩，若一切佛弟子应当等其十方，慈母。
化车一览本境，北多写一切佛在舍为国，其素其不独愿，大破戒念十个流动，一度佛母百度不取恩，其一道言观世世界，千心万魔神恶非众，佛见因其彼不念力，不念悲哀其一国成犯王相其魔魔的佛犯便以所受掌过，有受转世其为如佛，发生佛犯虽不可弃，不念大小悲号提起，其犯百国其身如此，佛愿如魔随分身解，非度一人离所难脱，如虽小虽身共天地，天生地死现我外道，道是此天王生亦不能难脱，当是十方众生为身之地，乃至解脱无尽难舍求其之法，愿一切当皆利如故，广告摩耶十方众生，祈愿师父于生子子时，当为其师父不计现在佛母，我难从这去坦白给无过，其犯根基相有定中，传不过其心是甘美，一座本尊供养十方大德众生，当是知得一切成尊，活在山间禅定，活得此道果，活在树下静心，我流动自在教化成本源觉，我是离菩萨在人间显比丘，在大众中皆得一切受佛和罗汉，其心境界生尊之道，其德光扬，其有供养，此等此子生者，先见佛母流尽眷属，得住三途之苦，临死解脱一切之难，若佛母现在者，佛大悲念，若其是佛母升天，自在化身如莲花佛，是佛是十方众生，皆现为持住家住业，愿其是佛母现前天意，然后修其足修其事，现安在佛前，大慈众佛前，众生众愿今天此修持，是佛愿必修其大菩萨众，皆道观世佛愿悲喜其身悉然素面，是佛愿不起于是已，得断一切恶鬼之苦，不念不改过业，以此说圣母，但奉三宝功德之力，众生归身之力，不若未来世一切佛弟子，一念分于短短，求度现在佛母，乃是其事佛佛，何为二佛佛言大圣怀论，我正于此如今不问，善男子多比丘比丘尼，国王太子大圣宰相，三公百官官民素质，亲自上学，亲眼前为尊圣现在父母，过去世世多多，于七月十五日佛欢喜，于生子子日，一拜归凡是安一般尊尊，十世方子子愿是现在佛母，久病百年不病，无一切不当之患，乃至其事佛母，离恶归过前人天尊，佛得无知是佛弟子，九孝圣者云天天尊，禅意佛母乃至其事佛母，念念其缘是无意，禅意孝思一尊圣佛母，为作一旦分持过几层，一佛父母瞻仰慈爱之恩，若一切佛弟子应当分持是道，是故愿必修慈悲弟子欢喜奉行，诵经功德Thank you.
愿三世八千多种九品莲花为国梦，八代仙佛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